同桌一百，祝你考试一百，满意一百。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谢老师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，上课，起立。老师您好。同学们好，请坐。同学们，我们回想一下数学当中，表示长度单位的最大的单位，我们学过的是什么呢？千米。大家一起说，千米。然后是米、分米、厘米、毫米。再往下，你们这个计量单位，你们还知道吗？你来说一说。微米和纳米。呀，你真是个知识广泛的小朋友。那今天我们来看一看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这是纳米T恤，能够防污防水。这个是纳米的鞋子，也是防水的。再看一看，纳米的镜片，这个是普通的镜片，表面的话，如果我把它划一道，它就有明显的划痕。再看一看，这是纳米镀膜镜片，如果我把它划一下的话，根本不留一点痕迹，一点都破坏不了它。那么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纳米技术，真的这么新奇吗？那看看这节课，让我们走进课文，一起来看一看在我们身边的纳米技术。齐读课题，预备，起。第七课，纳米技术就在我们身边。好，再来读一遍，预备，起。第七课，纳米技术就在我们身边。好的，这篇文章它的作者是刘中范。这位作者出生于1962年10月，他是一位物理化学家，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，中国科学院院士，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，万人计划的杰出人才，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，英国物理学会会士。看起来这位刘老师是一位非常有才能的人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打开课本，读一读他写的这篇文章，纳米技术就在我们身边。我们快速的先通读一遍，注意读准字音，读通句子。好，瑞一，你来读课文的第一自然段。纳米技术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高新技术。如果说20世纪是微米的世纪，21世纪必将是纳米的世纪。继续试验。什么是纳米技术呢？这得从纳米说起。纳米是非常非常小的长度单位，一纳米等于10亿分之1米。如果把直径为一纳米的小球放到乒乓球上，相当于把乒乓球放在地球上，可见大纳米有多么小。纳米技术的研究对象一般在1纳米到100纳米之间，不仅肉眼根本看不见，就是普通的光学显微镜也无能为力。这种小小的物质拥有许多新奇的特性，纳米技术就是研究并利用这些特性造福于人类的一门学问。嗯，真不错，你来。纳米技术就在我们身边，冰箱里面用到一种纳米涂层，具有杀菌和除臭功能，能够使食物保质期和蔬菜保鲜期更长。有一种叫做碳纳米管的神奇材料，比钢铁结实100倍，而且非常轻。将来我们有可能坐上碳纳米管天梯到太空旅行，在最先进的隐形战机上用到一种纳米吸波材料，能够把探测雷达波吸收掉，所以雷达根本看不见它。嗯，纳米
技术可以让人们更健康。癌症很可怕，但如果在只有几个癌细胞的时候就能够发现的话，死亡率会大大降低。利用极其灵敏的纳米探测技术，可以实现疾病的早期检测与预防。未来的纳米机器人甚至可以通过血管直达病灶，杀死癌细胞。请坐下，郝博接着读。注意啊，一些词语：纳米检测技术。生病的时候需要吃药，现在吃一次药最多管一两天。未来的纳米缓释技术能够让药物效力缓慢地释放出来，服一次药可以管一周甚至一个月。晨晨，纳米技术将给人类的生活带来深刻的变化，在不远的将来，我们的衣食住行都会有纳米技术的影子。我们的衣食住行不能分开读。好，我们齐读最后一句。我们的衣食住行，预备，齐。我们的衣食住行都会有纳米技术的影子。课文不是很长，我们一定要把一些词语读准确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篇课文当中出现的一些生字和词语，我们来读一读。乒乓乒乓，拥有拥有，杀菌杀菌，除臭除臭，蔬菜蔬菜，碳纳米管碳纳米管，癌症癌症，死亡率死亡率，疾病疾病，病灶病灶。去掉拼音以后，好，小树读第一行。乒乓乒乓，拥有拥有，杀菌杀菌，除臭除臭，蔬菜蔬菜。好，第二行，小雨。碳纳米管碳纳米管，癌症癌症，死亡率死亡率，疾病疾病，病灶病灶。声音非常好听又很正确。我们来看一看这篇课文当中出现的多音字。看，二十一世纪必将，对，它应该读第一声。二十一世纪必将是纳米的世纪，而这个该怎么读呢？大将。哦，大将，将士，对吧？好，我们把这个句子读一读。二十一世纪必将是纳米的世纪，真不错。这个词语大将，大将。好的，再看这个字，如果能够早发现癌症的话，死亡率就会大大降低，读率。好，那下面呢？率领。好，真不错。我们把句子和词语来读一读。读，如果能够早发现癌症的话，死亡率会大大降低，率领率领。真不错。那看一看这节课啊，要求我们会写的字有这么多。好，浩博，你来读第一行。那那那，拥拥拥，香香香，臭臭臭，舒舒舒。好，第二行，诗韵来读一读。探探探，刚刚刚，隐隐隐，渐渐渐，康康康。好，真不错。去掉了拼音，你们还会吗？好，齐读一遍。那那那，预备，齐。那那那，拥拥拥，香香香，臭臭臭，舒舒舒，探探探，刚刚刚，隐隐隐，渐渐渐，康康康。好的，还有，那有十个了，还有五个。好，诗韵，你来读。包包包，急急急，房房房，造造造，嘘嘘嘘。去掉了拼音，我们还能读准吗？照样可以。包包包，预备，齐。包包包，急急急，房房房，造造造，嘘嘘嘘。真不错。那现在我们给这十五个生字按偏旁结构来给它分一下类。好看，有左右结构，有半包围结构，还有上下结构。我来说字，你来说它的结构。那左右结构，拥左右结构，香上下结构，臭上下结构，书
上下结构，碳左右结构，钢左右结构，银左右结构，键左右结构，最后一个康半包围结构。好的，我们都能准确的。还有包及防造虚，我们继续这五个。包左右结构，及半包围结构，饼子块，防左右结构，造左右结构，虚上下结构。好，我们都把它的结构分得非常清楚。现在我们来看一看，我们用什么样的实际方法来实记住这些生字呢？我们来看这个臭字，你看这个同学的鞋子有多臭啊，估计得有两个星期没刷了吧。自己的字加上一个犬，组成了上下结构的字臭。这样我们大家就不会写错了。还可以用字理识字法来识记这个造字。同学们来看一看，金文的时候啊，是一个房间里边在烧火，这是专门烧火的房间。慢慢演变成小篆是这样写，最后的隶书是这样写造。这个造啊，它是一个会意字，从土从火，意思就是火在土上燃烧，这样我们就能牢牢地记住今天所学的造字了。再看蔬菜的蔬，在写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呢？注意蔬菜的蔬啊，它跟流水的流的右半边是一样的，这里有一点一点，注意不要跟慌张的慌、荒草的荒那个地方相混淆。蔬可以组词蔬菜果蔬。好，我们用看看这么多的蔬菜，有西红柿，有红萝卜，有辣椒，有茄子等等，这么多的蔬菜，我们能不能用这个写个句子呢？我喜欢吃蔬菜。对，多吃蔬菜才是最健康的孩子。我们再来看一看康，康是半包围结构，广字块，在这里要注意，里面最下面是竖钩点提撇捺，注意这里是变形的水，而不是一个水字。康可以组词健康康复。好的，我们你看看到了七八十岁的老人还能这么健康，就是一种最幸福的事情。造句，外公和外婆的身体很健康。我们来做一个美好的生活的识字游戏，看一看拥有杀菌杀菌，除臭病灶蔬菜煤炭癌症。好的，现在看一看这些需要我们写的生字，除了刚才我们的老师提醒我们的以外，你觉得还有哪些需要提醒大家的呢？好，瑞怡。疾病的疾。好，病字框里边的不要少一撇，写成天。是天，左上角加了一撇，或者是失败的失，不透头，对不对？还有吗？好，诗韵来说。健康的健，注意中间那个位置，不是走之，是健字旁。我们也可以用加一加的方法，单人旁加上一个建设的建，对，这样就不会错了。你来说。臭味的臭。嗯，下面的犬不要忘记那一点。对，不要忘记这一点呢。好了，咱们觉得没有什么可提醒的了，那好，能不能给它组上一个词语？晨晨来。纳米拥有香，一香臭味蔬菜。好，浩博。碳煤炭钢铁隐形健身康健康。可以啊。好，小雨。
包细胞及疾病防预防，造煤气灶需要。呵，你还会扩展你的词语呢。好了，那现在让我们在我们的写字本上一个字写一遍吧。注意，身坐直，脚放平，两臂打开，本子折一下放好。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篇课文当中的一些词语的意思。无能为力的意思是没有能力去做，帮不上忙。本文指普通的光学显微镜看不到纳米技术的研究对象。如果用无能为力说一个句子的话，可以这道题太难了，叔叔也无能为力。那新奇是什么意思啊？指新鲜特别，本课指纳米技术拥有的性能很特别。那如果用新奇说一个句子，这座假山结构新奇，可以说是巧夺天工。那孩子们，我们读课题，说一说自己读完课题后会有什么样的疑问呢？这个也是我们这一单元的重点。小树，什么是纳米技术？什么是纳米技术？请坐，你来说。我们身边的纳米技术在哪儿？我们身边的纳米技术在哪儿？晨晨，纳米技术有多小？纳米有多小？不是纳米技术有多小，明白吗？哎，你来说。纳米技术在我们生活中有多广泛？有多广泛？到底用到哪儿了？是不是这样的？好的，你们都是会提问题的好孩子。对呀，什么是纳米？什么是纳米技术？纳米技术为什么要在我们身边？它给我们人类带来了什么样的作用？这都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。那孩子们，本课出现了很多科学术语，默读课文，圈化出文中的一些科学术语，并且要多读几遍。开始，边读边画。好的，同学们，现在我们来读一读这些课文当中的一些科学术语，你能准确地读出来吗？好，诗韵来读。除臭功能，碳纳米管探测雷达波，纳米缓释技术，纳米检测技术，纳米吸波材料。好，请坐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读。除臭功能，预备，起。除臭功能，碳纳米管探测雷达波，纳米缓释技术，纳米检测技术，纳米吸波材料。对呀，这些科学术语我们一定要读准，然后多读几遍，看看我们能理解多少。纳米技术到底是什么呢？它有什么神奇之处呢？下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。那现在我们来检测一下本节课我们学到的东西。第一题，看拼音写词语，我们读一读这些拼音词。乒乓乒乓，拥有拥有，杀菌杀菌，除臭除臭，蔬菜蔬菜，健康健康。好，看一看我们写出来的词语是不是你想到的。乒乓乒乓，预备，起。乒乓乒乓，拥有拥有，杀菌杀菌，除臭除臭，蔬菜蔬菜，健康健康。第二，按意思写词语，指新鲜特别，新奇
对，新奇。第二个，没有能力去做，帮不上忙，无能为力。好的，我们都特别棒，能理解词语的意思。还有第三题，把下列搭配恰当的词语用线连起来，深刻的什么，灵敏的什么，新奇的什么，你能连好吗？新奇的，深刻的，变化，灵敏的，技术，新奇的，特性。我们连起来读，深刻的变化，来，起。深刻的变化，灵敏的技术，新奇的特性。嗯，好，我们能准确的读出它，搭配好这些词语。好了，同学们，这节课我们先上到这儿，下课，起立。老师，再见。同学们再见，请坐。